樂壇有咩睇法啊？喺香港搞音樂冇乜希望。喺香港搞音樂揾唔揾到錢噶？揾唔到錢噶，邊揾到錢啫？其實我係做音樂係唔係揾住揾錢嘅。做 band 仔嘅生活係點噶？我工就夾 band 比較辛苦啲，要翻去換衫咯。冬山有條青龍。冬山有條青龍。Nigel！有冇聽過黃貫中啊？黃貫中有聽過下啦。麻麻地啊！阿 Miss 佢嗰陣時都唱頭髮㗎，即係冇阿黃貫中佢呢啲，淨係識作曲啊、填詞啊、監製啊、編下曲啊咁樣樣，冇咩識㗎，有咩叻啫佢？又唔識講嘢，又唔識做人，跳舞又唔識跳，淨係識玩音樂。黃貫中啲歌又唔夠 K， 愛得太易，愛得太遲。其他人要收聲都已變歷史。印象最深刻黃貫中的一首歌，好兄弟前事不提，誰沒有一起唱歌玩具爭凳仔。對黃貫中有什麼看法？黄冠中玩音乐仲识玩咩？你玩狗咩？玩饱佢啊！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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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，快啲俾我冚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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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嘣嘣嘣嘣嘣 ，We will rock you, rock you, rock rock you, rock you, rock rock you。东方一条龙，我要黄贯中。